请检方终于演执行哦。啊，各位同仁，那个，等一下，各位同仁，还有事务各级主管哦，现有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哦，还有政治理论组三年级生哦，莅临本会旁听哦，我们热烈欢迎一下。哦，好，那个检方终于演执行。好，谢谢主席。那在座的市长以及市府官员，那以及从台中来我的学弟妹，好，来自于东海大学政治系的学弟妹，好，大家早安，好。那今天，好，今天我的总咨询，我想说先说一段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就是说，大概从我当议员开始，我觉得我还是要学习政治上的 IQ 与 EQ 啦，好，那感谢这段时间指导我的一些朋友们，那我会坚持当初的，然后继续再向前走。好，那我还是延续市长的施政报告里面的高雄翻转的港区转型的部分来跟各位市府官员做讨论。好，那第一个部分，其实我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在新港的部分跟大家讨论有关于交通的部分，那今天就特别于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亚洲新湾区我们旧港的部分的生活中心的相关问题，好，来请教一下市府的相关局处。好，我们很高兴见到，好，因为过去高雄市港市是不合一的，好，那我们很乐意见到高雄市政府跟港务公司合作一个港区土地的开发公司，好，来共同来开发整个大高雄港。好，我想说也许这才是我们港市合作合一的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也很期待520之后，中央以及地方，我们这样子的全面执政之下，可以让高雄港可以翻转它，让高雄看到新的未来。好，那这部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旧港区我的选区，大概我们这边有一到三号的船渠以及一到十号的码头，那其实这边有一些相关的土地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解决。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海巡的部分，海巡在这边有很多单位，有至少四五个单位在这边，那我想这些单位是不是有办法经由我们跟中央的讨论让他们合署办公，这个你经过北桃景乡一个海巡队后面的办公室，它后面还有网球场，我想港区的土地真的是很珍贵，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整理这样的土地，然后合并这样的土地，让这些单位可以合署来办公。好，那这是两个安检所。好，接下来的部分是海军的部分，这边就是新兵码头。好，其实最大的部分就是海军的旗津营区，好，它大概占了30几公顷。好，这部分我们必须要去解决它，因为左营已经有二代军港在那边了，是不是高雄港还必须要存在一个海军的营区？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讨论。好，接着下来就是海关的部分。好，海关在这边，在盐城跟鼓山这边大概有五个地方，包括它的仓库，然后以及它的办公大楼，好，以及在汉马逊有一个员工训练中心。那萨环头这边它还有一个员工的宿舍区。好，那我想这几个机关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整理起来，好，有些荒废的地方我们也加以整理，看有没有机会去做开发。然后最后的部分是港警的部分，好，这在少房楼这边有一个中队，那以及它的港务总队是在这边，好，好，所以在这边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都发局局长，好，就针对这样子一个土地的使用的状况，那站在都市计划的角度以及你的专业，你有怎样的建议跟想法？请都发局长。局长请答复。谢谢副议长，谢谢简议员。我想议员所提的部分我们市府这边也有注意到，那整个旧港区转型是势在必行，而且我们也正在进行当中，那现在是在正在与国公营企业还有中央这边来去做一些加速推动的这些工作。那议员提到的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大概有检讨过整个旧港区这一块，光是这个海巡、海军、海关、港警这四个单位，总共有18处的基地位在旧港区，分布在旗津、鼓山跟盐城，那占的面积大概有50几公顷。
那我们大概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在交通部曾经有召开一个关于港区的发展的一个会议，那在会中我们就有提出这样的诉求，就是希望说这几个单位它可能是过去在港区是被封闭的状况之下，给因为特殊目的的服务它必须设置在那里，那但是从我们整个整体旧港区的转型开发来讲，它势必要做一个整并，甚至有些是可以迁移。那比如说我们像海关来讲的话，未来有一个旅运大楼，所以海关办公室事实上是可以有大部分可以迁过去。那另外来讲说海军的一些码头，军用码头是不是有整并的可能性，那所以这个我想在对于旧港区的转型开发来讲，这些相关单位的这些零散的分布啊，势必要做一个整合，那个是一定要得做的事情。那我们在今年五月份也有正式发函给那个港务公司，然后希望说他们在进行这个高雄港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计划的时候，连这个议题请他一并纳入去考虑。好，谢谢局长哦。那其实我另外还比较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文化局的实质局长是港务公司的董事。好，那针对如果未来一到十二码头那边的土地完全释放之外，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再扩充我们的整个博二仓库，让它成为一个大博二的基地？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史哲局长做回答？局长到。谢谢主席，谢谢简议的关心。我想，我们当然对整个发展是不是纳入大博二，我们都乐观其成。不过，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现在的旧港区，尤其是一到十号码头，先赶快把它释放出来，赶快动起来，我觉得比较重要。至于如何动，我想这个大家可以都来讨论，但是已经闲置太久了，我觉得比较重要就赶快动起来，我想这是最重要。好，谢谢局长哦。那跟各位学弟妹介绍一下，史哲局长也是东海资讯系毕业的哦。好，接下来，好，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那个观光政策。其实，因为整个过去的港市没有合一，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产业因此而落后哦。我讲一个就是邮轮产业。好，这部分我在今年的4月21号农林部门我也提出咨询，然后请教于海洋局长。4月26号在交通部门咨询的时候，我有请教观光局长。好，那同时间4月26号国民党的议员黄少廷议员他有关心到这一题，5月18号郭建盟议员总咨询又有提到邮轮产业的问题。那其实高雄市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宣布为我们期待自己成为邮轮母港的元年。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数据，从停靠的15艘到隔年的13艘，然后开始成长到20艘、19艘，以及去年前年的46艘。好，那我想未来我们知道，在2016年我们今年可能会单到剩13艘。好，其实这部分的话，其实我同时间我们先看一下中国上海的吴淞口。好，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也在准备要做邮轮母港，然后2011年的时候他开港，那时候就已经有22艘，接着他在去年有288艘。好，那他的人数是147万人次。好，那其实他已经成为哥斯达集团跟皇家加勒比集团的两艘邮轮的母港。好，那今年再有11艘的国际集团的邮轮把上海的吴淞口当作母港航运的一个航线哦。那我想这部分呢，其实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好，并不是我们没有那条件，而是我们的硬体实在是有问题，我们连个像样的旅运大楼都没有。好，那我们接待环境不是那么理想。好，所以好，我想在这边，其实在中国他们针对邮轮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论坛，那其实他有这几点的建议哦。那我想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他们的地方，包括他们好，在跟旅行社的一个配合，然后区域的合作，那以及作为一个发展邮轮的一个深度的路径游，好，他希望游客可以进来游览，可以进来观光，那以及他发展相关的人才，那以及开发海上的思路，哈，那我想在于我们在港市合作的初期之下，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值得我们去做学习的，哈，那我们也很乐意看到，其实在相关部门的局处长答询的时候，他们也有点出一些问题。好，那我们期待好整个未来港市合一、港市合作的状况之下，可以让未来的高雄港更亲近于人民，然后可以成为整个高雄发展一个观光资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好，那我想我这边也会提到，就是说大概观光局也有讲到，就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好，那我想这部分也需要重要的解决。好，那以及观光局其实
岸上街道环境部分，等一下有一些东西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观光政策哦。我想观光其实跟经济、文化、环境、交通是都密不可分的了哈。所以说，其实在我当上明代之后，我发现其实有因为观光而带来一些问题，包括哈马星的游览车的问题，包括旗津渡轮因为观光人潮太多的问题，导致旗津人没有办法可以顺利回家的这些问题。好，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政府可以提早发现问题，帮人民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比较理想。好，所以说我在104年的5月12号，好，我们有召开一个因为观光人潮带来一个交通问题的一个公听会。好，其实在那公听会里面，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有一个跨局处的城市观光发展会议，好，可以将这些问题可以未雨绸缪，先做准备。好，好，紧接着在同年的10月20号，我在第二次定期大会的交通部门咨询的时候，为向观光局再提出这样的意见。那其实，在那过程中，我有私底下去拜访那时候的观光局长，我跟他讨论这个议题之外，还有跟他讨论过有关于吉祥物整合的问题。好，接着在去年年底的第二届定期大会总咨询，我再一次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观光局可以来好发起这样的会议？好，因为未来我所看到的就是说，好，在盐城跟哈马星地区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轻轨捷运施工的问题，好，会导致当地的一些观光路线可能要做调整，好，也不要去影响到居民回家的路。好，那第二个部分，万一哈马星好顺利举办生态论坛的那个无车月的活动的时候，所带来的观光人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好，甚至我想提到的就是说，我最近会发文给观光局，好，我拜托他们要求旅行社出团的时候不要7点半到8点，为什么？因为会影响到当地学生上课的交通。好，那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如果说是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观光会，其实可以把很多问题把它提早先做一个讨论，那可以先把这些问题先做一个排除，而不是等到有问题的时候再去解决。那可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会议迟迟都没有做，也许不需要做，也许怎样，可是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所以这个会议然后就不见了，就我也不晓得这个怎么办。好，好，接下来我在去年的5月11号，我的市政总咨询我提出一个吉祥物一个整合的观念啦，吼，那这是我截取部分的高雄的吉祥物，好，那这部分也有跟那时候观光局长拜托过，看要不要做一个处理。好，结果跳出来处理的是新闻局，好，新闻局在10月17号有办一个吉祥物的擂台赛，把各局处各区公所放在仓库里面的吉祥物做一个大整合大集合。那其实我觉得这活动还办得很有趣，那其实也让整个城市行销吼，就是说达到一定的效果。好，好，接下来我想就是大概这一个月吼，我看到了一则广告，在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出现一个广告，好，就是这个广告，其实我真的看不懂，好，这是我们观光局做的，好，他写悠游高雄，我们5月见，然后时间地点在这边，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活动，好，那我很好奇的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广告？好，他说他们要营造一个神秘的感觉，我不晓得大家看了觉得有没有很神秘。好，以我的观念来看，我觉得他回答的让我觉得比较神秘。好，那他是期待营造一个神秘的感觉，让大家去点那个扫那个 QR code， 然后秀出来才知道说原来这是高雄旅展在高雄。好，好，所以我要讲的说，其实我跟过去的观光局交手这样1年多来，我都发现是其他局入侵的观光局走。好，就像文化局他有博物艺术特区，那经发局在教育局他们花了很多资源，好，在 Maker 然后放在盐城，好，那都发局他去做一些土地的整理，然后新闻局他去整合这些吉祥物，然后交通局他是一个执行单位，每次因为观光人潮带来的交通问题，就必须由末端的交通局他们就是看到哪边有问题就去解决。好，那海岸局在邮轮的部分他们就争取一个挖靠机会。那观光局的角色在哪边？其实我是觉得观光局很重要啊，可是
问题是在这样子几个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下来之后，我发现他的角色不见了。那这些局处其实他们努力做了，其实也把一些外流高雄的年轻人慢慢的一步一步拉回到高雄，可是我发现观光局是一个推手。是什么推手？我很担心他会变成把年轻人推向推出高雄的一个推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支影片。区这一带旅馆和饭店一家接着一家开。那盐城区呢，除了我们新兴的很多的这个商旅之外呢，也有很多哇非常好吃的各种的小吃跟美食在这个地方哦。观光局长许传胜亲自驾车带我们走一趟盐城区。现在文创旅宿业兴起，像是七贤二路、三路、大仁路、大智路、大有街、五福四路、公园二路，这区块共有22间旅宿业者。很多的这个财团呢，他发现哎，高雄是一个未来观光也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潜在发展的基地哈，他就到处去向哎，像这个。闲置的这个大楼他觉得太可惜了。那最主要一点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希望透过旅宿业这个发展呢，能够把观光客带进来高雄。好好，其实在那一段过程中，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说，其实针对盐城区饭店比便利商店多的这个议题，其实我也有在相关的部门跟许局长提出一个咨询，可是我都得不到答案了齁。那其实如果说要把财团带进来盐城区，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反对，因为毕竟有些商业操作行为必须要靠有能力有资本的财团进来做一些适当的商业炒作。可是我担心的是盐城是一个旧城区齁，那其实为什么大家会去盐城会去哈马星，是因为我们有博二在那边，那博二靠的是文化跟创意齁，基本上就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一个观光区了齁。所以去年的11月跟今年的4月，我针对青年旅社、青旅馆跟背包客栈的议题，也有就教于观光局局长。我要讲的是，有一群年轻人，因为博二的效应，他们回来了高雄。这群年轻人，他们彼此都是校友的关系，他们不是盐城国中，不然就是盐城区各个三个小学的校友。那这群年轻人回来盐城之后，他们利用他们现有的房子，我知道目前的饭店就是有观光饭店、一般旅馆跟民宿，有三个级次。他们盖了青旅社，那这个青旅社其实就是我们年轻人去的一些背包客栈。那他们遇到一个风险，只要被稽查到，至少一张18万的罚单，好，一张18万。那他们也有找我聊过，我也去做一些了解。好，我发现可能在法令上有所限制，有所问题。好，可是他们做了这些深度的导览，可以弥补一般饭店跟观光饭店所做不到的。因为毕竟这群人他们很热情，他们愿意带着他们的住宿的房客去高雄玩。好，我想这边是他们自己做了一个盐城区的导览地图。那这个是他们做了手绘的一些卡片，好，所以在这边有一段文章，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同样的台南市的观旅局的局长王思思，他们台南市政府花了3年多的时间，积极的帮他们的旧城区，就是中西区这些的民宿业者，好，他们是一体的。我先讲我们的观光局，他们对待于这些所谓违法的业者，就是这些经营的人，他们的方式，他们查气的行为，他们甚至用钓鱼的方式去做查气。那当这些年轻人有问题的时候，请教于我们观光局相关承办人员，他们简单来说就是很官僚啦，就让这些年轻人就觉得市政府怎么这样子，一个承办人员动不动就说好啊，不然你就转业啊，不然你就转业啊。我想如此这样对待这一群年轻人，我觉得有点不太好。也许目前法令上面真的是有所匮乏，可是我想念一段王思思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了哈。好，就是说目前在台南经营民宿业者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
真心认同在地，希望透过努力和城市一起共荣共存。好，民宿不见得是个获利的商品，却是维持他们继续向前的动力。另外一种经营者，好，也许就是财团，他们看到台南的商机，投入资金，系统化的操作，好，不能说对地方没贡献，可是过于商业考量，不容易融于对地方。好，这样子如果走下来的话，会对以文化为支撑的观光恐怕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那另外，彰化县政府他们也针对鹿港区的一些民宿业者，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帮忙他们可以来申请一个合法的民宿。好，那所以在这边我另外再一个例子，就是这也是原本在高雄经营青旅社的一个年轻人，好，他们一个团队，那因为在高雄已经没有办法生存，因为法令的限制，他们离开了高雄，他们被北京的团队挖角走了。好，所以我在这边我真的很想帮这群年轻人向他们请命，也真的要拜托市长，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协助这群年轻人，我们跟先跟中央争取，好，来解套民宿管理办法的第五条，我们先来指定观光地区。我想旧港区的盐城、旗津、哈马星，他们过去是高雄的起源，他们也是高雄的开始，这三个地区每一年的观光人次都高达1500万人次以上，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帮这三个地区来指定为观光地区，可以让这边经营青旅、经营背包客栈的这些年轻人可以稍微喘气一下，毕竟一张单子开下去就是18万。而且另外我可能要提出的就是说，在博尔特区里面我们会办一些相关的活动，譬如说设计节，譬如说大港开唱，其实很多来这边的年轻人都是去住那边，住那边他们有基本的消防安全跟公共安全，如果要让他们转业成为一般旅馆的话，他们必须要花8到900万的时间去改造，他们必须要无障碍设施，必须要有电梯。可是我想每个客群都会不一样，那针对他们的话，我用一个例子来比喻，也许我今天开小客车，我就不用连结车的执照，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相关法令规定就是要求大家要有开连结车的一个这样的执照，你才可以开设这样的一个旅馆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因为那边还不是观光地区。所以在这边我想替这群年轻人向市政府这边来请命，是不是我们这边可以来协助他们跟中央争取，可以让我们的旗津、盐城跟哈马星成为观光地区，然后在这段时间是不是可以停止对他们的稽查，让他们喘一口气，这部分可不可以请市长回应一下。市长请到。谢谢，谢谢主席，谢谢简议员，我是认为简议员能够以一个新时代的议员替年轻人发声，那我们会非常的重视。那第一个民宿管理办法，这个必须在立法院第五条必须在立法院修法，那我也会建立简议员大概可以跟高雄市级比较新的世代的立委大家一起沟通讨论。那我会觉得说民宿管理的办法，我会什么观光地区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它有更多元更丰富，我不晓得它的观光地区不是特定的就是一些风景区。那我觉得高雄一直是发展，尤其是在我们旧的港区，那我觉得它很多元很丰富，有庶民的文化啊，有过去的很多劳工的历史等等都有，我觉得那这个整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啊我们很多人来观光了解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愿意跟前沿一起努力啊，我也会请我们观光局，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一段期间，在还没有修法这段期间，
我们用什么样，有没有可能用辅导的方式来期待、哦、立即就是重划、啊、这个中间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过程，那 我大概会跟观光局划自己跟观光局来做一个讨论。那我了解年轻人的创业连都是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站在高雄市，我们自诩为高雄市是年轻人可以追求梦想然后实现梦想的城市，如果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大的空间，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要求观光局、跟我们的华智单位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子有一个更大的空间鼓励这些愿意、从事新的行业愿意很认真努力一步一脚印的年轻人，我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鼓励。谢谢。好，谢谢市长。好，那接下来我讨论的议题就是2017年的生态交通全球盛典。好，我想这个议题已经现在在哈马星大家都会去讨论这件事情了。在今年的3月3号，就是说交通局带伊克里的人去哈马星的代天宫办了一场说明会，那我想那场说明会是由交通局的副局长主持，那在联系上出了一些状况，就是说大概我跟另外的李翘如议员我们接受到通知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因为那场说明会之后地方上就出现了 一波反对的一个文宣，那这文宣是很特殊，我那时候也有跟市府的几位幕僚讨论过，就第一个他这文宣是有人拿去旗津发啊，有人在哈马星发了，所以我就想说也是反映一下地方的舆情，但是怎么可以重视到在地的一些声音呢？好，那接下来就研考会跟中央大学有办一个培力的计划，一个邻里的一个说明会，希望透过公民的参与来对地方上一些议题的一些议题的掌握，那以及听一下地方上居民对于议题的关心的程度，那对于他们认同的程度齁。好，紧接着齁，在5月3号、5月6号、5月7号齁，其实有办了3场说明会齁，那这3场说明会齁我都有去齁，那其实说明会的现状真的是气氛很不好齁。好，那我要先综合在说明会里面那些地方居民的一些疑问了齁。第一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说为什么选在哈马星，我们派去说明会的官员告诉大家过去哈马星的历史，过去哈马星的第一，过去哈马星在高雄历史定位上的一个角色，可是他那是用一种上课简报的方式告诉那些住民，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要讲这个我们可以请哈马星的管理委员王江柱顾问出来讲，会讲的会比他们还要生动。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当地的居民没有人知道说为什么会选在哈马星，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我听完那个简报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哈马星的步行环境可以改善，闲置空间可以再利用，我们可以打造智慧化的社区，我们的电缆可以地下化。可是在地的居民跟我心中的疑问是，这不是政府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吗？好，我觉得这大家可以 去思考一下，当我们用怎样的方式告诉居民我们要办这个活动，那你要事出力多是用这样一种官僚上对下的方式吗？你有办这个活动我就让你这些东西要做，但是这些东西你也没帮政府甘免做，这大家要去思考一下。再来，示范区居民里面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好，我用电动机车这个例子拿出来讲，如果我们这电动机车是经由经济部工业局核准的话，好，我们可以拿到的补助款是小型11000，轻型14000，
重刑16000。可是我们的官员有没有诚实的告诉这些居民，你要买一台经由经济部工业局认证的电动机车要花多少钱？在这三张简报里面我都没有听到，他只告诉你政府会补助，他没有告诉你实际上一台要多少钱。这个是我从经济部网站这边抓的，好，有这样子认证过的机车大概有这些品牌。好，我举时下最夯的，好 ，GoGoRo 一家上俗的爱63000，好，一台要63000，扣掉补助款。如果我未来如果这个活动真的在哈马星办的话，我必须还要再花4-5万块去买这台这样的机车，我才有办法在管制区里面行驶，我才有办法合法的行驶在社区的道路上。好，这也是合法的厂牌的机车，大概一台56000，一台68000，扣掉补助款，真的不便宜。好，所以我觉得交通局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载具的部分。另外，好，我们有规划一个低碳运具的展览跟体验，这些都是所谓的低碳的运具。好，展览地点在博尔仓库铁道园区。好，那我先抓里面的一台车出来，这台叫赛格威，这一台造价26万。我不晓得这一台26万的赛格威有没有办法行驶在一般道路上面。好，啊，当地居民也可能不知道，也当买这個，来去骑，会当买当的，嘿。好，接下来。我看到在简报里面我的疑问，交通局规划由渔会这边做一个出入口，因为我们轮渡站在管制区里面，我们知道旗津居民他们出外一定是挑多外，所以交通局就规划了从这边因在地人讲的来搞我后面那条路为这出去。我不晓得交通局规划的人有没有去现场看过，不晓得有没有知道现场的状况。这一条大概350公尺，那这边有大概10-20家的住户，那住户的年龄都偏老。好，这是我去当天去量的，出入的门口大概只有2.5公尺宽，门前的巷道不到6.5公尺。好，你看这样子，哦，我是变胖了啦，哦，这样怎么会车？好，这个如果遇到尖峰时间的话，不晓得会不会有行车上面的纠纷，而且这是在地居民的频道的门靠。好，这边只有4.6公尺，这边是最危险的区域。好，这边有工作船，有渔船，会有大货车进去，到时候这些要怎么处理？那这个港渠旁边没有护栏措施，我担心万一这边一个月来会不会有机车会掉下去。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规划这边供给去旗津上下班的居民做进出，那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边是一个生态交通示范区，那这边呢变成一个备受噪音污染危险的交通区，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安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渡船的营业时间是早上的5点到凌晨2点，那这样子这边的住户他的生活怎么办？好，再来生态交通示范园区告诉我们哈马星可以得到什么。我先讲第7点，邻居社区。好，好，我知道昨天晚上，好，我们的局长跟民政局长，你们都有去哈马星，好，去找当地的意见领袖再做一个沟通，齁，我觉得有沟通都是好事情。可是经过这几场的社区对话下来，不管是反对的，不管是赞成的，其实他们都有找我去做一些聊天了，齁。那我所发现的这几场说明会下来是，一次一次
的说明会制造了社区跟市政府的对立。那一次一次的说明会过去了，我不晓得未来会不会就撕裂了当地住民跟陈局市长之间的情感。好，那这样的说明会下来，其实我所担心的部分已经发现了，已经发生了。反对的人说赞成的人被收买有拿钱，然后赞成的人说反对的人在等着被收买要拿钱。好，我想这部分已经对很多人产生了困扰。好，包括有赞成的团体的里面的领袖也告诉我，他跟交通局的副局长跟他沟通完之后，他就说他想要跟冰冻。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活动，一个这样子国际级的活动，有意义的活动，到这边来让地方上产生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对立。好，所以我在这边第一个，好，我真的要请局长，交通局局长，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帮当地的住民做一些澄清。好，因为现在地方上风声鹤唳，好，我想你昨天应该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好，就是说当你不表态反对的时候，或当你表态赞成的时候，或当你表态反对的时候会拿钱，这个我也很疑惑。因为我知道相关的预算都没编列，而且为什么办一个活动会讲成这样子。好，那第二个部分，局长一直跟我沟通过，就是说也许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100分的活动，我们可以打折去修正，可是万一我们折扣打太多，那这个活动本身的意义没有办法凸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有相关的退场机制。好，那第三个我想要提的就是说，即使我不是在地的居民，好，那我觉得要尊重不同的声音，即使有赞成的声音，即使有反对的声音，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社区公投在哈马星，那不同有意见表达的人可以透过他自己本身的权利去表达他对于这个活动的赞成或支持。好，因为其实在这个活动一直到今天，好，我有跟反对的人聊过沟通过，也有跟赞成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在这边办。在面对到这个，这是我自己的困境。好，那其实作为一个民意代表，也许我也不是哈马逊的住民，可是我所期待的是这个活动最后可以很平顺的做一个圆满的解决，而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些纷纷扰扰在地方上造成社区之间的一个撕裂。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些 NGO 团体找我的时候，我一直提醒他们，从过去到现在我所观察到哈马星，你们这些社区工作者长期以来跟社区的意见领袖跟社区的人脱离，而且是对立的，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活动做一些关系上面的修补。结果反而我觉得越来越糟。好，大家就已经分道扬镳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遗憾的。所以说针对这部分，是不是可以我们尊重在地居民的声音，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去拟定一个退场机制。好，这部分请交通局长做一个回应。局长请到。主席，谢谢简议员一直很关心我们哈马星还有旗津这方面的交通，特别是刚才议员也提到2017年，本来我们规划在哈马星这边举办所谓的生态交通全球盛典，议员刚才有特别提到在过程里面是属于我们交通局，如果是在整个沟通对未来的说明有所需要检讨，还有造成居民对于市政府的一些误解，特别是对市长的一些误解我想我在这边先对这个部分我必须要承担跟检讨那议员刚才也特别提到是不是地方上有一些谣传变成是里长也变成被里民所误解的部分，我这边特别澄清，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像刚才议员所提到的有什么里长拿到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里长一直站在地方上居民的立场来维护还有要求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做法，希望能够照顾到地方上真正的一个需要了在这边我特别的做这样的一个澄清。那
生态交通这个概念哈，它是一个概念哈，它绝对不是像刚才议员有提出来哈，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宣传单说是无车越这样的一个部分了哈，所以趁这个机会，我想也很简单的跟议员还有跟我们哈马星地区的民众说明哈，大概生态交通它的概念是希望说，透过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选择一个社区来检视那个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生活品质，特别是我们的运行哈、移动这方面的改善的空间哈、所以欢迎出来的是一个交通的改善了哈、当然伊内面的精神是咱来检讨咱目前哈、社区内一挂发展。是不是过去因为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吼，变成交通煞一挂问题？譬如讲，咱伫哈马星看到的是讲，伊要停车，本身咱的居民就是不方便，佮加上假日要入去吼，有一挂观光客，也是讲咱较早有游览车入去吼，造成咱这个地区足大的负担啦吼。当然所排放出来的空气品质嘛无好，我嘛有听过咱地方上的人士甲我讲。咱若亲像讲，森林遐有一挂六轻的建设，讲咱会当会着回馈金，不过回馈金会着吼，变成咱足侪人身体已经变成有癌症的情况吼，所以咱到底是要什么的生活品质，咱会当趁这个机会来思考啦吼。要讲的就是讲生态交通，伊是一个概念加一个目标，所以可能地方上对阮交通局所提出来的物件吼，感觉讲哦，阮就是要限制大家什么车拢袂当用。其实迄毋是咱最主要的精神，最主要的精神是讲咱趁这个机会来检视咱生活当中是毋是会当安那，互咱的社区的生活包含吼，迄、个空气的品质，加咱交通便利性吼会当提高吼。当然啦、这个部分，我们造成的这一些误解哈、我们会想办法哈、让各个地方能够更加的了解。事实上，市政府是因为有这个机会，希望讲吼，咱集中各个局处的资源，能够把大家的资源哈、不像个别去做建设哈、放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会，以2017当作一个目标啊、能够集中资源，好好的把我们哈马星。邀请我们的市民居民一起来参与哈，作为一个所谓的重建再造哈马星，让它能够风华再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当然这个机会变成讲居民有一点误解嘛，足可惜哈。这个、部分我拄则报告过，拄则议员嘛有讲过哈，讲是不是有所谓的机会哈，变成是我们以这个样的活动来作为我们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所谓的公投。或是说刚才有提到说有一个退场机制，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市府内部也本来就是希望说透过市民的参与能够有真正从实践这个公投的一个机会，那这个也能够展现齁、大家对于社区事务的关心，以后大家共同来决定我们生活品质应该怎么改善的一个决定。我觉得本身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具有荣耀感的一个机会齁、特别讲到刚才议员有特别关心齁、议员还亲自去这个关心，如果没关系，那个旗津的部分就是等到你们再去跟社区居民，我只要针对这，因为我下面还有一个议题要问。嘿，好，局长，谢谢。好，谢谢局长的好答询哦。好，我想最后一个议题哦，在520那一天哦，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到台北去参加小英的就职典礼。可是那一天有个新闻哦，我想这个新闻这一两天，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好，就是有关于桃园新屋收容所好、那位年轻的所长。好、他负责狗类的狗只的一个安眠死，然后他最后是自己吃的好、给狗用的安乐死的药之后，然后离开这个世界。那这是他留下的一句话，生命没有不同、那其实我在这边，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还是要鼓励一下农业局动保处的这些辛苦的同仁、那我想大家每个人都很爱护动物啦，那我想没有人刻意会去虐待动物，可是有时候我们面对动物的态度其实要考虑到一些环境的因素了。就像之前燕巢传出狗饲料一只狗一天只吃十几颗，然后在网路上拼命传，然后用这样的言论一直抹煞我们这些辛苦在第一线的动保处的工作人员，那甚至有些人嫌环境不好或怎样，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的啦齁。
那其实我在这边真的是利用这个机会给那些偏激的动保人士一个建议了哈，不要躲在键盘后面，要的话你就出来做。我再一次给那些偏激的动保人士，再给他们一个建议，不要躲在键盘后面。我知道你们会发动群众，会发动网络，也许会打爆我的电话，我都不怕。可是我要讲的是，我们要赶快做了从源头开始的动保政策。好，是不是高雄市有这机会可以严格规范饲养宠物？那以及我们加强宣导，不要弃养这个概念。好，这部分请农业局局长做个回应。啊，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谢检验。首先感谢检验对动物处的鼓励啊。那么检验长这件事情说实在的很不舍，不过整个中央的政策为了理想，空泛的理想，然后不务实的去做，这些是扼杀了所有在第一线、所有兽医世界的同仁呢，他们的努力呢，真的是我个人认为不对，我们值得探讨。那么在高雄市方面呢，我想我很感谢我们现在的处长，他在因为毕竟呢他们都兽医界，所以说很鼓励，而且不时的上山。到燕巢，到我们的寿山寿龙去鼓励我们的同仁做一种心理的教育呢，这点我很感谢。那我想高雄市从燕巢新的寿龙所成立了以后，我们在旧新的成立以后，除了一个行政中心以外，一个认养区，总共500株以外呢，我们现在旧有的那个寿龙所呢，我们再度改善，然后变成800株在那里。另外我们的寿山收容所目前的一个环境呢，也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个我要提到的，我想整个一个落实整个爱护宠物的政策，在整个还没有完善的一个配套措施以前，如果是来特别立法执行所谓的，就是说安乐临安乐死的政策呢，我个人觉得也必须要稍微做一些探讨。然后第三个我要讲的，躲在键盘背后批评的一些私人的收容所，如果你们也愿意用同样来检视公立收容所的这个态度的话，大家一起把我们的真的整个宠物的收容的环境呢，大家一起来提升呢，我想这个我们很乐意看得到。但是目前为止，很多躲在键盘背后批评我们动物收容所所有同仁的一些业者、一些协会的人，我们如果是要去检视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让我们去的。这些的话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因为你们既然做得很好，那我们公部人、公务兽医师愿意进来学习的时候，你们应该敞开心胸让我们去学习，而不是躲在背后来批评呢。这些我都必须要在这里呢做一个，因为毕竟呢这种事情如果是没有改善的话，以后第一线的兽医师呢不见得不会再发生。那么再次的重申，公务兽医师呢应该是走向防疫，应该走向防疫，所以说防疫工作如果做得好，那么兽医师的整个责任呢，它相对的会比较减轻，而且呢，它也必定呢，会这个社会带来比较正面的一个层面呢，哈。那么在这里再度感谢我们检疫员呢，能够呢说出这么一个，所有兽医界的一个心理的话，这里说实在很感谢。那另外呢，在从事呢，在所谓的我们学校收养，这个校园权的部分，还有我们这个认养力的部分，还有跟宠物界呢大家来结合的橱窗认领的部分呢，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个宣导的部分呢，我们跟所有的一些兽医界的团体呢，我们更会更加紧的密切的合作。谢谢检疫员，谢谢。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